臣定不负皇上所托，这才是我想问的。这两年，我给你写的信，可有收到？那也不代表我有心情愿意坐在这里听你说这些。可还是好奇，指望着你能说出一些什么新鲜的东西。这长安的风，让人气闷。 父皇还令人休整了穆王府，甚至还征调了民夫工匠，却是天下第一不安之地。这道理你该知道。祖父谬赞了，玉儿今日回来，只盼望能重启叠纸天宴。还记得我吗？你看，这儿多热闹。你回去以后，告诉燕洵，劝他不要肆意妄为。 如果他胆敢做出什么过分的事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好，希望如此。但他已经是自由之身，是微臣失职，请皇上治罪。禀皇上，燕洵世子的嫌疑。 确实最大，此案牵连甚广，臣独自查办的话，恐不能服众。我们就静观其变，看看就懂了。你派人把赵齐芳的尸体给我抬过来。我对比了其他三名随从，致命的伤口都是同一个位置，是魏书游的螺旋弩箭。全天下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